由政党、学生组织、专业团体等人组成的全港反送中联席十多人星期三在政府总部开记者会。他们表示，年轻人之前包围警察总部和律政中心，但政府没回应，在无计可施下用冲击立法会来表达诉求，请大家体谅。他们本性是纯良的，大家明白，逼到他们要用这个行为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渠道表达，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聆听他们。资深传媒人程翔不满建制派肆意抹黑年轻人的行为。我想请他苦心自问，你在导致今天这个局面之中，你们建制派的人由于你们错误地盲撑这个政府，你们对导致今天这个局面有没有你们要负的责任？回归以来不断出现这个制度的暴力，使到我对我们步步进逼，步步压迫，终于是导致今日的肢体暴力。早前家长联盟、伞下爸妈、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及多个社福及宗教组织联署，强调是香港的制度暴力令到一些年轻人走到这一步，希望社会反思冲突背后的原因，并要求特首回应诉求，相关人员也要问责。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